啊，那么在极乐世界呢，他得的身是十相功德之所庄严，他没有形成代谢。啊，它不是细胞组成的，啊，它是什么组成的？十相功德之所庄严的，十相是自信，是自信变现的。我们这个固然是自信变现的，但是里头有阿赖耶，所有一切变化是阿赖耶起作用。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个个都转世成智了。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，啊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以其他无量界修行的功德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阿赖耶转过来。阿赖耶是迷，转迷为悟。啊，阿赖耶悟了，就是自信。自信跟阿赖耶是一体，两种相用，一个是觉的相，觉的作用；一个是迷的相，迷的作用。设法界的众生，通通有阿赖耶。啊，一真法界没有阿赖耶，转过来了。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转的？往生时候转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我们往生是莲花化身，啊，我们会爬上莲花，坐在莲花里头，啊，莲花呢合起来了，佛来接引的时候，莲花张开的，我们进去之后就合起来了。佛把这个花带到七宝池，放在池当中，你在莲花里面转世成智，通通转过来了，花就开了。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就花开了。啊，花开，我们的身体、身心全都产生变化了。啊，阿赖耶的物质的身体没有了，啊，阿赖耶精神的现象就是念头没有了。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完全回归到法性，就是此地所说的悉是十相功德之所庄严，平等普贤。啊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相好也相同，
身有八万四千相，相有八万四千毫，毫有八万四千光。那每一道光里面都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。在这个身相里面可以看到整个宇宙，在身相里面可以看到一切刹土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表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佛家讲的伦理。我们迷了，到极乐世界就觉悟了。不必听经听教，不必话一开全明白了，通通看到了，通通听到了，通通接触了，平等普现。所以说功德普庄严。